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拆开帮帮龙出击的玩具。哇哦，一只好大好炫酷的恐龙啊！这是恐龙的前脚，这是恐龙的头，这是尾巴。变身飞行模式，我们有一辆吉普车，吉普车要去执行任务了，让吉普车进去发射基地，准备发射。这是赛车韦斯，韦斯要去比赛了，让韦斯也进去发射基地，准备弹射。吉普车也来弹射，韦斯再弹射一次。吉普车也再来一次。这是恐龙佩利，这是甲龙艾奇，这是霸王龙洛奇，这是霸王龙韦斯，最后是迷惑龙波奇。